逛了一整天的 IKEA， 现在终于回来了。来看一下今天我买了什么。买了几张小小的椅子，这个是很粉红的，一个是自己用的，两个是送朋友的。还有买了四条饼干，也是当做小礼物送给朋友。也买了几个 tote bag， 这个也是要当做圣诞礼物送给朋友的。我买了 calorie holder， 等一下就去换看看。买了一个小小的垃圾桶，这是有盖的，可是应该没有打算用这盖啊，然后会用这个取代我现在的垃圾桶。然后还买了一个小小的 mesh basket， 打算来装葱啊还有咖喱之类的。然后最后就是买了 IKEA 的 ziploc bag， 还有它提到我这个 ziploc bag 是比较大的尺寸，也是觉得比较实用的尺寸。最近 Black Friday sales 在 Amazon 买的东西到了，我们来开箱看看。很不错，这个 enamel 的 container 买来可以当做 food preparation 来用。而且这个可以直接在 induction cooker 上面用，很不错，很厚实。然后我也在 Amazon 买了两个 stock 的碗，就最近有点爱上这个品牌。这个是它truffle white 的碗，就看起来很干净利落的感觉。然后最后我也买了两个 stock 的大盘，买了两个很大的餐盘，这个是 26cm 的餐盘，也是同个颜色 truffle white 的松露白。就它虽然是 truffle white， 可是比较偏灰色一点，可是还是很好看。然后我又另外下单了，也是一个 stock 的锅，也是同个颜色松露白的一个锅，这个是专门来煮饭的一个饭釜， 16cm， 就打算拿它来煮饭，然后可能可以煮个汤，可爱啊，小小个。那天买了一些 discount 的 potato， 现在就打算做一个 potato salad 当 brunch 吃。
今天早上就打算用这个 wrap 来做一个圣诞早餐。